各位观众朋友，好，今天是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八号星期二，感谢你收看《前进大趋势》的节目。台北股市今天随国际盘哦震荡走高，那大盘的位置刚好来到这个季线的位置。那不管是台北股市，或者是哦美国股市的 S M P 五百。 目前期货盘也在季线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来讲的话，投资朋友会非常关心接下来的走势。那我们今天节目呢，一样会用相关数据来告诉投资朋友接下来我们的看法。那我相信我这两周跟投资朋友讲的，哦，看法都是一致性的。我告诉你，美国股市啊，只要它在月线以上，绿色这条是月线，那包括像大盘，投资朋友尽量不要看空的想法，因为这恐慌正在下降。 四月四号，当时的一个清明假期的周报节目，美国这个 v i e 的指数恐慌指数，它已经跌破了平台。到上周的一个周报跟大家更新的时候，上周五的 v i e 它是跌破了一个短线的低点，这个恐慌是持续性的下降，你去做放空来讲，相对上是比较不利的。所以这是我早上给会的讯息。早上台北股市在十点左右一度有翻黑，那在靠近季线这个地方，大盘开高走低翻黑，我相信很多投资朋友会很担心。 那我在九点五十一分告诉会员朋友，从我们系统相关数据来看，股票结构改善，好，包括筹码面的部分也是有改善，所以因此操作想法上面呢，震荡过程当中，我告诉会员朋友，一样是找我们投资名单的股票去做偏多的操作，所以我们不会因为这个翻黑，就跟投资者讲你要去做放空。那资金控管也是非常重要的哦，因为接下来营收财报即将公告，所以我告诉会员朋友，资金的部分我建议保持在五成以下。 四月十九号告诉你哦，全球央行降息，然后费的 QE 哦降息钱非常多，但是只会涨少数的个股，所以这个行情并不是说全面性的看多，而是你资金的部分如何控管，然后你要买到对的产业跟族群，哪些是对的产业跟族群？我们在四月九号跟大家讲，比如说像五 G，哦，五 G 它是刚性需求，它比较不会受到这个。 武汉肺炎冲击消费的影响。那四月十号是,不是跟大家讲世邦这张股票跟大盘不一样，相对强势，它已经来到了这个二月底三月初这个缺口的位置。四月十七号世邦盘中是触及涨停板，那今天世邦是盘中再度触及涨停板，最高达到二一六点五。那这些产业其实我们都是在节目上提前预告的。四月九号跟大家讲下一波主流五 G、三 D 感测。 Mini LED 跟宽能系半导体，所以我们是不是提前先跟大家讲，在后面有这些股票相关族群的操作？金店在这周周报前目跟大家讲，它低于净值。在今天的行情走势来讲的话，啊，盘中最高也是已经靠近净值了。那这张股票技术面上面如何操作？我在会员也有告诉我的会员，所以如果说你持有金店，或想操作金店的哦，你可以加入我们 Line。 四月十四号也跟大家预告，我们高价组有去买这个系统策略股，然后在四月二十一号跟大家验证这张股票是台盛科。看投顾节目很重要的就是提前预告。那包括最近网络上炒得沸沸扬扬的，就是扣讯的真假，扣讯真假如何分辨？我相信我都讲很清楚了。发扣讯一定要有会员的组别。那我们前进大趋势团队，我们会员组别很单纯，就是前进高价跟前进集邮这两组会员。 所以你会看到我的扣讯都会有会员的组别，包括日期。扣讯的左上角这个通数很重要。如果乱枪打鸟，投资朋友，那要跟你讲对的是很容易的事情。好，那跟大家验证台胜科的时候呢，我们也会拿出对时最的扣讯。发完讯息在一点多，快收盘之前，都在一三一点五这个价格，好，绝对有机会做成交的。那即便没有成交，四月十七号我今天会有没有空手的，在一三三这附近以下价格去买。 八点五十二分发的讯息，然后在十二点左右都在这个价格以下，会员朋友可以顺利的买进以及做加码的动作。四月二十号，台盛科收盘是攻上涨停板，隔天开高，我建议会员朋友在开盘价附近去做获利一般的动作。发完讯息之后，二十分钟的时间都在一四八点五这个价格，这个才是真实的交易。周报节目跟大家谈到台盛科做拉回，你也可以交给我们 l i、哦、这张股票有我们操作的一个规划。 那我们在三月二十号国安基金进场之后，我们开始陆续带会员做一个布局股票的动作。三零八要连亚，当时我们是锁定高券值比的股票。我建议会有没有在二一六这个附近去做买进啊？那价格没有来，九点十分改价，二一七到二二零这之间，我们发完讯息之后都在二二零以下，会员朋友可以顺利买到这张股票。三月二十号，我建议会有没有做获利减码？哦，那包括波段会员，我作会建议做减码三分之一。那我们当时跟大家讲到，我们并不是看坏。 而是当时的盘势来讲的话，它比较像是一个反弹的架构，所以必须要做个区间的灵活。同时，我当时也告诉你，我们并没有看坏，我们随时会做买回的动作。四月九号，我建议会有没有在二十九以下去做买进，十一点三十五分发了讯息，然后在一点二十分快收盘的位置都在这个价格以下。在四月十六号三零八连阳，建议高价会有没有去做加码的动作，这个也是对此最大证据。连阳在今天盘中大涨超过七 percent 的。 哦，最高达到二七九点五，那这张股票是整理之后哦一根中长红的突破区间。那法说会接下来行情的走向如何？哦，这张股票是我们熟悉常常操作的股票。如果你持有连雅或者你想操作连雅的哦，你也可以加入我们 Line。那包括二三六零的智茂，这个就是我们长期操作的股票，忠实粉丝也不陌生。智茂它也是三 D 赶车的股票。 那这些产业族群，不管是五 G 的联雅智邦，或是 Mini LED 的这个金店，所以一定是事先讲，后面才去操作这些股票。三 D 感测，我们高价组买的智茂，今天也是大涨四收到相对高点。那包括普惠机优组买的同心电。 这张股票也是跟三 D 感测相关的股票，虽然还没有呈现大涨，产业面我们都是有掌握，而且都是看好的。所以这段行情，四月十九号我们跟大家讲很清楚。很多投资朋友的疑虑是，目前不管是美国股市都已经反弹到零点六一八这个位置，那在这个位置，很多人都会保守看空哦。那我都能够理解，但是我跟投资朋友讲的是，你去做好你的选择。 在这里，你可以选择空手不要操作，你等大盘做主底。那如果你要操作，就是控制资金。那有些相关数据跟产业不错的，我就是带货没有控制资金去做操作。同时，我也跟大家讲很清楚，台北股市它目前就在走一个主体的过程。几分证据讲几分话。那目前来讲的话，就是看主体。而且这主体成功几率是相对比较大的，也不要去乱放空，因为台北股市融资水位真的很低。 我们在四月十号跟大家讲过，融资杀得很低，这一波上涨上来，维持率已经回来了，代表个股没有什么套牢，而且融资呢这段时间也没有什么样的增加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股票的结构。我告诉会员朋友，在这里多头股票加速，在昨天它已经正式超过空方，这是股票结构已经形成改善了。那筹码面的结构，我们在周报节目跟大家报告过，这个是短、中、长期的一个资金的一个统计。 好，那五十以上是比较没有形形成套牢的，昨天已经突破五十了，所以无论在资金的一个筹码套牢上面，跟这个股票结构上面是改善的，所以在这里跟大家讲，透过这些客观的数据，好，包括台北股市的筹码，我们跟大家做更新。选择前其实回到一以上了哈，那期货的部位来讲的话，特定法人好，其实是已经翻成净多单，但是这个水位是不强的，指数的看法一样没有改变。 哦，如果它没有跌破月线，你其实不要看得太空，那个股的部分可以偏多，但是只会涨少数个股，所以这操作难度是有的。所以邀请投资朋友，你可以在一路这里点选订阅频道。我相信我的节目给大家的一个方向跟数据都是很明确的，在这里点选订阅，同时也帮我按这个小铃铛，我们上传影片你才会收到。那也帮我按赞跟按分享哦，给老师一些帮助跟鼓励。二月底，告诉投资朋友，标普五百跌破三千一百点。 这是一个技术形态的转弱，我提醒大家要非常的小心。然后在二月底，我告诉会员朋友的会员里面提到，我建议把持股比重做降低，降到三成以下。二月底到三月初，我节目上都是公开的跟观众朋友这么报告的。所以如果你有订阅频道，如果你有资金控管，我相信这一波股灾，即便对你有影响，但是我相信这影响是比较轻微的。然后三月四号跟投资朋友讲到，降息利多提前实现，你要调整股票速度要做加快的动作。 三月五号盘中录节目来告诉你，标普五百它已经反弹到三千一百点这个位置，我提醒你要去做解码股票。当天节目我告诉你，我会员朋友现金部位高，这个都是在节目上公开讲的。所以如果你看我节目，你有调整股票，你要把持股水位降低。我相信三月份这波股灾的拉回，一定都是有帮助你做避开的。后面美国股市是跌了这一段。上周节目跟大家谈到，电子股的旺季是提前的。 产业都提前拉货，那包括像台积电的部分，我们当时跟大家讲到，台积电法说也是这么讲的。那当时我们节目上跟大家点名了一些台积电相关的股票，哦，三四一三的金鼎今天是创新高的，八零二八的升阳半，这张股票它反而还没有创新高，但是这些产业我们基本上都是看好的。六一九六的凡宣哦，这个也都是震荡走高的，涨跌的快慢不是我们能够掌握的，但是一个产业的方向一定要看得非常清楚。 而且我带会没有操作的股票，目前两组会员朋友的持股的数量其实是没有超过五档的。那目前结构是有改善的，所以有些股票慢慢后面有些机会。那到底该不该调整？你可以加入我们 Line，我们 IT 是小老鼠优先 TC，或者是你定格什么这个标签。加入之后，你先传送贴图。那最新的信用筹码余裕名单，我们放在 Line 的主页上面。那最后提醒投资朋友，我们给会员的讯息就是：哦，资金控管，我今天会没有分三笔去买，而且呢，总资金。 不要用超过百分之十五，然后当时是先买第一笔。台盛科跟大家验证过了，我们带会员操作，从资金控管，从产业事先的预告，然后跟大家的一个验证。好，那包括我给会员的服务，我们团队是有别于投顾同业的服务，我们提供给会员朋友会员影音，我们盘中都会提供给会员朋友符合系统的股票。如果你是很积极，你想要做一些短线进出的，那我们在盘中的会员专区里面，我们都会提供给会员。 这个是今天给会员朋友的名单，早上九点十三分第一份的名单，在这里面我有教导会员朋友如何去判断当天有讯号的股票，你可以找哦离月线乖离比较近的股票，在这里分别有三档啊，你可以看到像三三三八的泰硕或者是博智，那以及三四八三的利智，所以你可以去看一下，如果你积极操作的，早上有讯号，这个盘中都是会有价差的，八一五的博智哦，这个盘中都是有价差的，那包括像三三三八的泰硕。 看到讯号，这个是有触及涨停板的，所以观众朋友，我们就是提供一个完整的一个服务。接下来的这个结构已经改善，筹码面有改善哦，所以如果说你想操作的，你想体验我们会影音的，那邀请你可以在。 看影片相关的点选箭头，下面会有申请表连结，点选连结右边表单帮我们正确填写送出资料。那包括持股解析，我们会用系统帮你看一档股票。好，请投资票把资料正确做填写。那你也可以直接来电，我们公司电话是零二八一零一零六三零零二八一零一零六三零。30, 30, 感谢您的收看，祝您操盘顺利，谢谢。